很真诚的去表演，因为首先你要先能感动自己，你才可以感动别人。那第二呢，你要真的准备好了。那有些歌手他不确定，因为毕竟舞台是一个，它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环境，跟我们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。你一定要拨开那些你一些恐惧啦，一些不确定啦，不安定，还有灯光音响各种因素的发生，都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环境。那你要具备一个很做好准备，那不管你站在什么大舞台，怎样的一个舞台，你都会身心自在，怡然自得。